扩增实践技术 AR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已经越来越普及了。这个技术现在已经可以应用在我们去买家私的层面了。今天就来看看 IKEA 旗下的手机应用程式 IKEA Place。你可以在 iOS 平台 App Store 找到 IKEA Place 这个流动应用程式。打开这个应用程式就会显示各款不同的家私了。今次我们就找张台试下。当我揀好了张台的款式之后，就会出现一个全屏幕的相机画面。第一次使用它的时候，它就会提示你将镜头向下找回地下出来。跟着它提示的方向，很快程式就会确认到地下的位置了。之后就可以将你揀的张台放在深水的位置了。虽然这个技术的大小比例未必做到100%完全准确，但是误差亦不会太远，最啱用嚟睇下放咗家私之后嘅效果啦。放咗落去好似唔系好衬喎，睇嚟要换个张细啲嘅台先再试过啦。再试下喺条走廊度放套台凳啦。先拣啱款台凳，跟住慢慢将佢放翻喺走廊度，角度唔啱可以拧到啱噶。好，啱位之后按一下件家私得咗。另外这个流动应用程式还可以给你拍张照片找类似的物件出来。等我试一下先。对着张凳按这个掣之后就会有个框走出来。调整一个框框的大小，围着张凳之后按掣。哇，几秒钟所有的凳款就出来了。